轮到 Yummy 和甜甜族，接下来呢，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由甜甜先讲形容词我哦。不想戴起这个耳环，不是耳环。所以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好啦，预备，开始。两个字，戴在眼睛上，眼睛，戴，来啦！你接得到？没有，因为你跟他讲眼睛，他马上说眼睛，那一点不算，因为他讲眼睛，有一个眼字的讲到答案了。哦，不能，眼字讲到答案，眼字就不行啦、啊。你讲到答案了，我们你先开，我再慢慢带。好，对，好，来喽，好，开始，四个字，卡通，魔法，哈利波特，好强啊，好厉害。他都念对吗？他全都念对，他全念对。魔法，他没有一个念错。好了，接下来换你了。还可以再打。预备，开始。两个字。细细的。啊，对。细细的，静静的，多讲一点，自然卷，露营，自来水。再一次，自然卷，头发，天哪，自然卷，露营，好厉害，他形容的超好的，他前面在讲什么？机器是什么？细细的，好哦，这一组有点太厉害了，我们要给他难一点，开始咯。哎呀，看他们两个反应。三个字。装水的容器。弯水。水。嘴。水。嘴。装水的容器。玩水的玩具，他讲对吗？我突然不知道他讲了，你都讲话，你忘记了？水的容器，热的，饮料，装水，喝水，瓶子，快讲到字，装水的容器，是什么？喝水，水壶，保温瓶，装水的容器。好像突然有点就是一直重复的，不错，哇，你们两个好快哦，两秒好快。猫，英文，吸管，英文，英文，
猫英文，它有一个蝴蝶结，蝴蝶结，蝴蝴蝶蝶蝶蝶蝶，哎，蝴蝶蝴蝶蝴蝶猫蝴蝶蝴蝶结结猫蝴蝶结蝴蝶结蝴蝶结猫蝴蝶结卡通卡通。猫蝴蝶结卡通小鱼喜欢的小鱼下午小鱼下雨下雨小小鱼、啊、小鱼喜欢的猫蝴蝶结猫蝴蝶结刚刚还有什么动物哦猫蝴蝶结小鱼喜欢的嗯你好鸟鸟你好鸟你好要要你小鱼喜欢的猫蝴蝶结你好你好迪奥迪奥你迪你好迪奥迪迪迪奥奥奥迪奥你迪你我你你好你好答对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好讲对了你讲对了你讲对了什么啊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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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Hello Kitty 你好你好我也觉得你跟甜甜好有默契哦，几乎你讲什么他都讲对耶。对，只是我都猜不猜，是我的问题。好啦，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谢谢大家，拜拜。